刘德华，我的长沙，我在湖南，我啊刚买了一包核桃味的瓜子，准备去嗑点瓜子，顺便给你们拍下这边春节期间大概是什么情况。走，这是山核桃的瓜子，味道还可以，我啊偶尔嗑一下。今天是正月里，我啊在这边逛街，准备给你们拍下这个街景。商场里大概是什么样子？走，美食广场，去看有没有什么美食。这里啊，吃东西还挺多的，人也很多，猪肚子，看上去挺好吃的样子。前面啊，有一个辣椒炒肉，我昨天在那边吃了顿饭，排队排了两个小时才轮到我，不过啊味道还可以。就是这里，这个地方每两个小时都轮不到你吃饭，不吹不黑。我们再往左边逛一下，潮汕牛肉火锅也是挺好吃的，可惜啊春节没有开门，很多店都关门了。现在你要在长沙搞点饭吃吃啊，是比较难的，排队两个小时，家常便饭。走，再往前面去逛一下，都关门了这里。非常遗憾，都是关门的，仅有的几家开门的人声沸鼎。继续往前走，这是一个超市，关门了，我啊准备上楼回酒店嗑瓜子去啊。山核桃味道上来了，这里是卖车，卖小米的，卖化妆品，韵达会。这里啊很多店都开门了，就是不知道啊餐饮为什么很多没有开门。走，往这里走，回酒店。走，上楼，上来了，坐电梯。走，我们的房间啊在19楼。这个19楼呀，楼层不是很高，它一共有27楼。这个电梯还是有一定设计的，不吹不黑。进来了，在这个走廊的尽头，方向了，往这边走一下。走，
请进。